家好，大家好。Derek 好耐冇见啦 ，Hello， 好耐冇见。我知道你啱啱英国晒完科，即刻赶翻嚟。系你系咪寻晚先隔离出嚟啊？系，冇错，系、有啲赶嘅。咁但系第四十届咁大件事，一定要赶翻嚟。嗯，但系你都好似啱啱喺美国赶翻嚟嘅啫。冇错，你隔离咗几耐啊？隔离咗一样咁耐啫。你系几时出嚟？系今朝出嚟。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辛苦辛苦。唔系，其实咧，我诶、有一样嘢好想问你，嗯，就系点解你做咗导演之后咧，都 keep 得咁好咧？系咩？我唔知喎、啊，点解咧？因为娶咗个靓老婆，有关系嘅咩？你太太都好靓啊，咁点解你诶？咁又系，我老婆都好靓嘅，咁但系我真系做咗导演之后，长咗两个毛。系咯，会唔会系因为你阿爸嘅基因犀利得滞咧？我想是我其實扯得高已經很托賴的了。不是、哦、今晚是 ViuTV 轉播不應該講你阿爸的嘛，不要緊要。ViuTV 是什麼都講得的。是嗎？ ViuTV 什麼都講得的嗎？那不講的，那我們不如看片。其實我問你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今屆的所有的新導演不只拍得都好看得，那我們不如快點看看他們的提名。好，片段。荣获提名新晋导演包括赵善恒、一秒拳王。啊，我今天要说，哇，嚟唔到，请挨。陈建朗、守卷烟。文念中好好拍电影。好，下面刘浩良徐步。三分钟。李俊石逐水漂流。全部都要清場所啦，首先清場佢。有啲垃圾啊！啲女家當，喂，佢諗咩我？嗱，同你講先生，如果啲嘢對你咁緊要嘅，唔該你放心。第四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得獎者係，係你啊，陳建朗。陈建朗，香港男演员及导演，《手卷烟》是他首次执导的电影长片，而今晚新晋导演的得主将会得到由创意香港以及电影发展基金送出价值港币100,000元奖金以作鼓励。唔讲一，唔讲三，讲二，唔讲风，唔讲雨，讲咩？讲雷。我想多谢我屋企人，我多谢我爸爸。呢一句对白系佢送俾我，亦都好多谢手卷烟台前幕后嘅团队，系因为你所有人同我一齐挨义气，承受咗手卷烟呢一套嘅作品。我好想多谢你哋。另外我想特别多谢的是林家栋先生，家栋哥，多谢你零片酬接拍《手卷烟》呢部戏，冇咗你我相对觉得套电影冇失色。另外好想多谢刘国昌导演同埋 Ryan 我嘅编剧拍档，一开头去开始呢一个计划嘅时候，多谢你哋无条件去支持我帮助我。電影的大海真的很廣闊，我很希望我之後的一生都是繼續專注創作，繼續做更加多的香港電影出來給大家。多謝金像獎。